恐怕是这把扇子闹的吧。前天我带他去赶集，不知道在哪里捡了那把扇子。这不，回到家以后老是这么愣愣的。嗯？谁？哦，嗯，晚上见过姑父。你是谁？谁是你姑父？爹，他是满井庄舅舅家的老三。我是蒲老三。我们傅家没有这门亲戚。满井庄的蒲家是书香门第，我们是商贩之家，高攀不起。三哥，你……哎呀，你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也不知道害臊，还不快给我回去！行了，快回去！回去，回去吧。啊，孩子，你就是蒲潘大哥家的老三？是，我是蒲老三。孩子，姑妈听人说过，你也考上秀才了，读书人登堂入室，也该正门出入，你怎么爬墙头啊？玉芝荒唐，玉芝给二老请罪，给二老请安。玉芝真不是爬墙钻洞之徒，是有话想说呀。没什么可说的，说我也不听，赶紧给我走。哎呀，你跟三侄子发什么脾气呀？老辈子之间就是有几句闲话的过节，还都是陈年旧账了，还搁在心里头。我就是这么个人，就是一点小事儿也抹不开的人。今天的事儿我一并记下了。今天有什么事啊？玉芝今天是向姑父请罪的。玉芝喜欢雪倩是出自一片真心呐。你喜欢我女儿，谁喜欢你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妄想了，就算是你喜欢，也应该找个媒人上门说媒，堂堂正正的，那才是读书人的做法。你听我说。你别说了，我女儿的事由她的父母做主，那是我们祖上的规矩。我今天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我的女儿这辈子绝不嫁你们蒲家。你给我走，给我滚回去，回去，给我回去。你也真是第一次见侄子面就发这么大脾气，也不怕邻居笑话，更不怕蒲家笑话。哼，闺女，我是向着你呀。听说那个蒲老三刚生下来胸前就有那么大个铜钱印儿，那是受苦的命啊，又闯我们院子，又扒我们墙头，那叫不尊礼教。还说我喜欢你女儿，呸！嗯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亏我可是喜钱两头拿。您蒲家托我到刘家去说媒，您猜那刘家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我呀还没开口，刘家就说了：“大妹子，你来的正巧，我正想托你啊办件事儿呢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刘家说了：“你熟悉蒲家吗？就是满井庄的蒲家。”我说熟悉啊，什么事您说吧。他就说了：“我想啊，让您呐、帮我说个媒。”我说：“说什么媒呀、他就说了：“
要把女儿啊说给蒲家的老三。我一听，嘿，正中下怀。是是是，我立马就改口了。哎呦，不知道人家老蒲家愿意不愿意呀，是吧？人家老蒲家的三少爷刚中了秀才，是连中三元。嗯，现在说媒的、相亲的，这脚跟脚毛的，把这门槛子呀都踢烂了。刘家一听啊，格外急了。哦，立马就说，聘礼，一分不要。哦，迎亲的轿子，也不用来。啊，日子一确定，人家就把姑娘给您送来了。哦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择吉日成亲。这喜酒喝得爽快呀！我看这事儿还得问老三呢。啊，老三呐，刘家那姑娘是真不错，千里挑一呀。要才貌有才貌，要贤惠有贤惠，要女红有女红，包你满意呀。其实刘家那个姑娘你也见过，13岁那年还来过咱们家，那个时候啊还是个娃娃呢，女大18变，怕是如今出落得更好看了。你倒是说话呀，人家王婆还等着给刘家回话呢。我喜欢柳庄富家的雪倩姑娘。啊，柳庄富家是不是和咱们家沾亲的那个富家？是。哎，爹也听说富家那姑娘不错。哈，他娘是爹远亲的表妹，你如果喜欢，爹可以亲自走一趟。真的？这门远房亲戚多年没走动了，凭爹这张老脸也许有用。可这事儿已经跟姑父说过了，他骂了我一顿，这事难呐。哎呀，儿女心事怎么能由小辈出面呢？爹去那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爹，这事拜托你了。哎，好好，拜托了。人家刘家还等着回话呢。哎呀，你让媒婆去，不要把话说死了，就说这件事啊往后再商量。哎，我这就到柳庄去一趟。两头热的事儿又凉下来了，这到嘴的热鸭子又飞了。嗨，有你在，飞不了。去，去，去！哎，老头子，怎么了？柳庄怎么说？哎，你看，这倔老头子真是个畜生！哎。这傅家到底怎么了？你快去把王媒婆找来，叫她到刘庄去一趟，咱们就要刘家姑娘了。哎，我就是要嫁给我表哥，我才不管呢。来。嗨，这喜酒啊，我是喝定了。那就拜托了，孩子他妈，你给柳庄捎个信儿，叫他来喝喜酒，也让他来看看咱们的排场。嗯，倩儿，娘，您来了。娘，我听说蒲三哥后天要结婚，我想去喝杯喜酒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也不怕你爹的脾气。不怕，真的不怕，就是不怕嘛。嗯，娘依你，不过你得答应娘件事儿，可千万别闹出事情来。娘，我想让教人会来顶最好的轿子。好，不能让咱们傅家没面子。蒲家昨天给你爹捎信儿，就是想气气你爹。你爹今天正好不在家，你可得速去速回来呀。啊。孩子，娘也不能陪你去了。你一个人去满井庄，可千万要小心啊。娘，我自己有主意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瞧瞧，瞧瞧，来了，终于来了。
声是怪呀，怎么连长辈也跟着，也没有个伴娘。新娘下轿了！快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代代相传，一代胜过一代。秀才落吧，笑是哭，姑娘出嫁哭是笑，哎，快入洞房了，哎，高兴点，高兴点，哎呀，哭啊，装装样子，哪能真哭啊？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他是谁呀？